先自己啊，一上线就看到这个魔童哪吒80G免费赠送啊，好像新改版吧，然后就有这一只，一下进哦。所以我们照理说应该有一只魔童了吧？啊？有了有了，有啊，他会跟我啊，应该已经得到血了呗。下辈子不一定。现在又多了海神套装哎，哇！现在是怎样？所以这次真的是大改版了。天哪！哎，这是同时也新增的海神套装，像这边就是海神整套。哦，这集我很想尖叫。那看这个是什么意思？哦，你看海渊神石都出来了，好像这边还有商城，那商城这次也顺便换彩商城。那我跟你们说，这次改版容量其实是蛮大的，所以应该等于说，我说这句话意思就是说，它就是可能新增很多内容进来，但是混沌的大改啊。BOSS 给我看，那最有意思的是，你看最新的时间，下金，天子天奴林克，帅不帅？因为我觉得不应该这样的。你这样就把那个刷掉了。所以他也是刷到天怒装。